叔最近得了一本《葵花宝典》。没错。教主，你要在这棚内破几个杯子呢？通通不要动。当然，一个教主的角度来，首先给他这个空杯子，他已经很不爽了。接下来，旁边的一只蜘蛛 Spider 有个杯，看他手上那一本，他当然心里有很多不爽，但是不爽也不足以把我们的很珍贵的那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杯子青花杯也给他弄破。好，看看到底这本葵花宝典能不能打开。我只能告诉大家，葵花宝典果然是武功秘籍，它其实是一块宝丽龙。教主别生气啊，不是，收一收，你就知道这本葵花宝典它的力道有多大，光一过去杯子就掉了。不是你的手弄到的吗？当然不是，这样子是葵花宝典所发出来的气。江湖中众人为了这本葵花宝典争得你死我活，为了这本秘籍可以说是六亲不认的，这本就是葵花宝典。既然如此，那可以借我把一下吗？大胆！这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宝典，怎么能够轻易给你看呢？教主莫生气，既然不能看的话，那就别看了吧。哼，也不是不能给你看了，是你真的想看吗？超想看的。真的看？真的想。真的要看吗？哎，真的要。那你就拿去看吧。哎，是不是有什么诈？有没有什么诈我是不晓得，你就刚看到那茶杯掉下去就知道葵花宝典回过去也安怎样。那教主还是还你好了，别了别了，你自己留着吧，你千辛万苦才弄到的。别害怕，你是我的好兄弟，我说看你就看吧。教主，你该不会我一拿了之后就杀我灭口吧？谁？戏都是这么演的。你电视看太多了，你就看吧。拿！教主，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上有老婆，下有老婆，我还不想死哎！还你好了啦。不，其实我叫你拿去看，是有我的原因嘛。是什么原因？哎，说起来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从小只专注于武学上面，对于读书这几个字、写字这玩意儿，我从来就没有鸟它。所以这葵花宝典全部从头到尾，我只看得懂葵花宝典这四个字。不会吧，教主你武功高强，居然是个文盲不识字啊！你讲这种话，不怕我一剑刺死你吗？不好意思，我刚刚失态了。所以教主你的意思是要我帮你 translation 吗？我前面跟你讲，我这本书让你看是因为我信得过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帮我 translation、好好帮我翻译之后，让我练成神功，称霸武林之后，我一半的江山就是你的。真的吗？那小弟现在就来瞧瞧。行，我看看打不开了。打得开那还叫葵花宝典吗？从缝缝一看，这位东方之珠教主，这 我看你的表情怪怪的，面有难色，面带菜色，是否有何不妥之处？完蛋了，严重了。多严重？是，没关系，我不好意思说。你不好意思说，我就试你给你个胆子，你就放胆说吧。里面的内容是说。说啥？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什么？这你简单的代志就可以练成这个神功了？你刚讲的是事实？是。那太好了。哎，拍什么拍啊，教主？你拍？不是讲啊，叫做清做自宫啊，做自宫，我就先跟你抽过清洗一下，哎，那一关就做自宫啊。Give me what？ 你误会了。这自宫的意思是要把你的小东方给切了。你确定？通通不要动，让我非常的 confuse。 为什么他说那个是他的小东方？大部分都是朝向南方。到底是东方不败还是南方不败，我也不太清楚。这故事呢越来越精彩，里面结构越来越紧张刺激了。我们来看看到底他指向何方，看吧。他真的是这样子写的啊，不然我看一下有没有看错。其实他是朝向东南方。这不重要，教主。你说要把小宝贝儿给切了吗？没错。这个真的是这么写的吗？是这么写，没错啊。我瞧瞧。哎呀，确认了。这叫我如何是好？到底该怎么办？不然你就放弃呀。要不然你知道，把小东方剪掉，把小东南方剪掉之后，你就变成女儿身了。哎，但是要夺取天下，所谓有舍才有得，一定要舍弃某些东西，才能得到天下呀。我决定了，《葵花宝典》里面的神功，我还是要练成。哼，不愧是豪气男儿啊！那。啊，不对，快要变成豪气女儿了。没关系，东方之珠何在？在。赶快帮我准备器具。哼，我要跟我的小宝贝话别了。准备好了。我上你三字。What？ 真笑哎！你给我跪下！是嫌太小只了吗？不是，你也太看不起本教主。你呀，这个刀是要切大骨啊哟！所以就是嫌太大只了。对，大小只，卖公修名，自己去看光碟吧。通通不要动。教主在几年前曾经发了一张光碟。28分钟，只有他一个人自导自演。他这一辈子拍的第四部戏，最近要上映了，1月24号《铁狮玉玲珑》。他拍的第一部片叫《28分钟的我自己》，应该是第一部戏有机会入围金鸟奖。去给我换大一点的来。没问题。给你换这只来了。哦，很好。开开无声的成就，开到这里，它角度会不对。角度不对，懂吗？这一只刀是杀白云那种神族的刀吗？太大了吧！说的也是，教主，我马上再换一只。换一只来。哎呀，这真是个痛苦的决定。到底这个时候要……差不多了。行了吧？我不敢了。哎呦！不是，这个很奇怪呀、啊，自己，哎呦，哎呀，教主，嗯，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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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千秋霸业，为了一统江湖，一点牺牲是值得的。我帮你喊一二三，眼一闭就过了。真的吗？对对对，好啊，预备，一、二、三。你是喊三的同时，还是三喊喊完下？啊，是你自己要割的，有差吗？有差，你自己控制嘛，那是一个心理的问题。那就三碗之后再切好了。好，三碗再切。三碗再切。一、二、三。你刚刚叫我切三碗，还是你有别的东西要切？不是，这样很可怕呢。好了好了，一、二、三，然后你叫我闭眼，我切。好好好。一、二、三，闭眼！眼睛这么大干嘛？我不敢闭啊。那教主，你要忍住啊！这个神功练成，你会有大半江山都是你的耶！而且你怕什么？不是，就一眼睛闭就好了啦。你不知道，我虽然身为教主，但是你我嘛是肉体嘛，我会惊疼。你想我，你嘛提些物件我夹咧。啊，提物件夹。等我一下，哇！那电影拢在演啊，有啊，安尼黑啊，来啊啊！啊，咱今仔日庙会吼，特别抬只神猪要来射神吼，啊，用这甘啊来加咧吼，啊，另外咱啊神明啦、神医天后，咱来搞咧管子。我想说这比较软，咬了比较不会痛啊。更软的好吗？那换个。哎，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人只要有一个东西咬住，在刹那间，这个没有味道的东西是不好咬。你可不可以手让我咬？那我就牺牲一下了。算了，你手也不该大滴。一、二、三，怎么样啊？都咬了。我不敢啦，我不敢啦，我无法度啦。啊，你这个给我干嘛啦？哎呀，不行啦，不行啦，不行啦，真的下不了手哎。称霸武林，跟你自己的宝贝，你要选哪一样？难道你要一辈子被那个任我心压在地上趴着打吗？我决定了，既然我自己下不了手，你是我的好兄弟东方之珠，你帮我下手。你叫我做这种事？对。你叫我做这种事？是。那我就来咯。是。烂掉想不到的东方不败自攻秘行。没有错，我就是令狐冲。令狐兄弟，好久没来，小帅哥最近忙什么呀？冲，好喜欢你的狐臭味，真好耶，狐臭味。教主，干什么？别人磨磨蹭蹭的。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我先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弹指神功，大如来神掌。